真不是时候，刚刚要看清楚岳将军的正脸儿，就被你给吵醒了。哎，你别整这里岳飞不岳飞的啊，那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你呀，还是要先好好学习。哎，考不好试，看你妈妈怎么来收拾你。爷爷，我们到底是不是岳飞的后代？ 爷爷，嗯，我怎么都觉得我们就是岳飞的后代。哎呀，你还有完没完？自从你懂事以来，你老是跟我扯这个问题。因为我喜欢做岳飞的后代。爷爷，这个弄不开了。 昨天晚上啊，我又梦到岳飞了。我觉得呀，我就是岳飞的后人，不管别人信不信，反正啊，我们都相信你就是岳飞的后人。哎，要是我能跟你一起信岳哥多好啊！好啊好啊，那你以后就叫岳父吧。那可不敢，会被我爸打死的。没事了，来，岳父，来来来，来喽。嘿， 王峰，我怎么觉得那个老头怪怪的呀？你不知道吧？我听大人们说，那个老头之前偷过小孩，后来被判了刑，现在出来了。你看，我们离他远一点，不然啊，他就把你抓起来，挖眼睛，掏心肝，卖钱。啊，嗯，那快点走，对对对对对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
同学们，你们干嘛呢？报告老师，我们说你很像毛蛋的妈妈。谁是毛蛋啊？他。我给大家念一篇作文，题目是《我的理想》。我从小崇拜岳飞，他是我心中的偶像。岳飞武艺高强，在天下无敌手，所以我的理想是找到岳飞，让他收我当徒弟，教我武功，学好本领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流汗，搬砖添瓦。大家静一静，这篇作文主题鲜明，目的明确，结尾也很好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增砖添瓦。这篇作文呢，是岳毛蛋同学写的，我们大家给他鼓掌。你现在的成绩可能获得世上铅球第一名。大家都说岳毛蛋比你厉害，因为他是岳飞的后代。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吗？大家都在同一个村同一所学校，谁承认他是岳飞的后代啊？就让他吹吧，要不等下课了我们去会会他，我要让他当着你们的面向我求饶。学校里不行，要会就要到外面去会。好，放学了我们去会会这个岳毛蛋。好啊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出城啊？我还要回家做作业呢。毛蛋，爷爷什么时候出城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快闹腾，吓死我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要不然咱们回家吧。对呀，对呀，不用害怕。这人多，他不敢怎么样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那我们放心看戏。对。这个点是个点。岳毛蛋也在，看他神气的样子。
我们还去不去找月毛蛋？去，等我问完弟弟就去。好，我们去那边等你。好。哦，哎，你看我抓到一只啊，好肥的。不是很厉害吗？我想会会他。月毛蛋是你想会就会的吗？你们赶紧走吧。嘿，跟月毛蛋玩挺神气是吧？哎，小哥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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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将军，哎，对了，王福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毛蛋，咱们学校的铅球大力士施磊带着一帮人把我们给打了啊！都是同一个村同一个学校的，他们为什么打你啊？就因为我们总是说你是岳飞的后人，非常厉害，他们可能是不服气，这不就找上门来把我们给打了。想不到这个石磊竟然如此嚣张，我身为岳飞的后代，看着小伙伴们被欺负，这一仗是免不了了。是吧？厉害的为什么不来救你们啊？啊！你们只要说月毛蛋不厉害，我石磊最厉害，我就放了你们。住手！你们这么大，欺负一帮小孩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月毛蛋，今天不说别的，大家都说你最厉害，我就是不服，所以我要当着大家的面会会你。会会就会会，我们单挑！来来，
到底服不服？就是不服。还自称什么岳飞后代，别往岳飞大英雄脸上抹黑了。不服的话，下次可以再会会，直到你服为止。别以为你是一只蝌蚪长出来的就一定是青蛙，也很可能只是一只癞蛤蟆。大爷，再给你袋子。奶奶啊，这香蕉可好了，我再给你称点苹果啊。奶奶啊，你家孙女真可爱。来，小宝宝，来，你吃橘子，很甜的啊。那这香蕉给你。奶奶呀，你们村子里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孙想你们年纪大的在家里带小孩，多不容易啊。是。来，这个橘子也很甜的，你多称一点啊。来，这苹果拿好。卖水果嘞，又香又甜的大苹果，又红又圆的大橘子，卖水果喽。橘子香蕉大苹果，又大又红的苹果。小宝宝，小宝宝真可爱，橘子给你吃好不好啊？不要，不要。奶奶，这个称一点吧，这个很甜的，我不要，称点吧。真可爱，小宝宝。啊，很甜的，很甜的，来。来来。橘子也不错。大姐，这橘子也不错的，来称点吧。帮我称一点吧，这个先称啊。你们说我是岳飞的后人，那我怎么就打不过那个石磊呢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不知道。难道我不是岳飞的后人？哎，我们一直相信你就是岳飞的后人，你们俩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啊。那我是岳飞的后人，那我怎么就这么没出息，打不过那个石磊呢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哎，毛蛋，你说这岳飞长什么样啊？对啊，我也想知道。其实吧，我也只是在梦里见到过。岳飞身穿一身金黄色的战甲，然后这全都是鳞片，然后头上还戴着一顶头盔，手里面还握着一把长枪。长枪？嗯，我也不记得了。这么说，你今天的行走还差一点，不够威风。哦，对了，刚才说到岳飞手上还有一把枪。哎，要不我们去做一把？毛蛋哥，你好好想想是什么样的枪，我们现在就去做一杆。其实吧，我也忘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想起来，我从爷爷的收音机里面听到过，岳飞是从一个又大又冷的寒洞里面找到了一杆盘龙枪。盘龙枪？毛蛋，你帮我们画画是什么样子啊？我们这就去做一杆。有了这杆盘龙枪，一定好好教训一下石磊。一是为了挽回颜面，二是要替天行道，不能让自己的小伙伴再受石磊的欺负了。对，终于可以打败石磊了，真的好威武。嗯，这应该更结实，一定能打败石磊。石磊这人想想就可恶。对呀，对。好好好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老板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，好的，我会尽快我会尽快，好好好，再见。
怎么样？啊，把那边再削平点儿。对，就是那儿尖的。枪口会像钢的，对，这样我更火。安静。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要做一套更加真实、更加完整、更加威武的战甲，一定要将石磊打败，不要让我们的小伙伴再受石磊的欺负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？同学们好，请坐。咱们这一次的期中考试成绩呢已经出来了，有的同学考得还是不错的，在成绩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，当然也有退步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成绩单发放下去。张彩霞、吴晓明、王福、李诗谦、魏延峰，岳毛蛋87，胡梦溪，吴兆华、陈慧红，37。同学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成绩。这次呢，考得不好的同学不要灰心，考得好的同学呢，要想办法继续保持下去。月毛蛋，对，你以前的成绩记录我是看过的，你这次考得很不好。另外，你告诉同学们，你画的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作业本。你以为你在上美术课吗？这画的是什么？盘枪。声音大点。盘龙枪。盘龙枪？你以为你真的是岳飞的后代吗？你这方法照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就当做试验品啊。先改我的，给我的，我的，我的吧。老大，给我改。第二个也来干。毛蛋可真有你的。我们还可以等一等。爸爸肯定不会打死我的。小心这滑。好了。这边地滑，你来锯，我来按着。好的。锯子，锯子。我说你快点。快着呢。
你自己唱。嗯，你们还说我？那你还不是照样被师磊撂倒啊？你连锻炼都没锻炼，还补充什么体力啊？怎么了？我每天早晨都跑步啊！你没看见我刚刚还在那跑了一圈啊？这太阳有点大了吧？带着这么多东西，能不累吗？我怎么快啊？那么多的，那就是你锻炼的后果。你们吧。后果，对啊，肯定能的。那也都是你吃完，你把这一筐全都吃。好热今天。毛蛋，你看这酒啊，你和小四眼喝吧，我就不喝了。啊？我也不能喝的，我一喝酒，我爷爷肯定打死我。哼，我告诉你。这酒啊，你喝定了，不然啊，我就告诉你爷爷，你偷拿了他的酒。毛蛋哥在我也不怕，我爷爷肯定怕他的盘龙枪，对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我这盘龙枪很厉害的。其实我也不敢喝酒，那这酒咱们就不喝了。行行行，我放这还不行吗？哎，我觉得吧。英雄都是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可是咱们只有酒没有肉呀。哼哼，就知道你会说这句，我肉啊早准备好了，给你们看看。什么呀？啊，你鼻子和眉毛上都有羽毛。鸡屎呢？这是我奶奶家用了大名的公鸡，让我给偷来了。小四眼，杀了他！杀鸡？我可不干了。毛大哥，你来杀，利索一点啊。那好吧。小心溅你一身血。行行行，好了吗？我也不敢杀杀，我有个提议，把鸡啊灌醉了再杀。哎，好，来，把鸡给掰。好的，再来一小点。再来。屁股呗，给我们翅膀。屁股，翅膀不给屁股。嗯，那你刚才说不给屁股，你的爪子都啃完了。对啊，我这样一使劲一扯啊，掉了。我这个还有好多呢。石磊，石磊，还真是没完没了了呀！那我去赵州家找周守打听打听。你看他们。打败石磊！打败石磊！
输定了。什么盘龙枪？不就一根破盘蛇棍吗？你忘记我上次把你扔进水坑里的事了吗？呀！呀！呀！啊！哎！快要帮忙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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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又是紫的，身上有这么多泥巴，是不是和别的小朋友打架了呀？没有，都是在外面玩着呢。哦，下次玩可以，可是不能打架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你看，妈妈给你买了好多吃的，还有漂亮的新衣服、新鞋子，还有好多好吃的呢。你看你喜欢吃的，来，我们把衣服给试一下。看是大了还是小了，大小还正好呢。身上那么多泥巴，搞得跟小泥人似的。阿姨，没事，我们闹着玩呢。阿姨，你看见我妈妈了吗？我看见你妈妈了，你妈妈说她过阵子就回来看你，还让我给你带了新衣服呢。来，我们把新衣服试一试。回来是接你到上海去读书的，妈妈把你转学手续都给办好了。我不去。你不是一直都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吗？为什么这次又不想去了呢？反正我现在还不能去。为什么？能告诉妈妈吗？妈妈，
我现在还不能走，我要帮助毛蛋完成他的英雄使命。妈妈，你看，你看，毛蛋是岳飞的后代，我要帮助他制造盘龙枪，还要帮他做战甲、选战马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在大城市拍电影的地方，盘龙枪和战甲比这图片上面的漂亮多了。真的？妈妈会骗你吗？好，那我现在就要去。耶！我们还要不要做更威武的盘龙枪？我去上海，一定要找到盘龙枪和战甲。你放心，找到了就马上回来，我们一起好好教训一下石磊。而且还会发出火箭流。大家安静！我们终于找到了打不过石磊的原因了。因为我们没有一套像岳飞这样真正的战甲和真正的盘龙枪，所以这一次的战甲和盘龙枪一定要做得更加真实，更加威武。我们一定要打败石磊，不要让我们的小伙伴再受石磊的欺负，好吧？好！打败石磊！
是为了打败石磊，一定要做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战甲。可这战甲太难做了吧？唉，也不知道王福什么时候才找到更好的战甲和盘龙枪。哎，毛蛋哥，要不咱们打电话问一下吧？可是咱们也没有王福的电话号码呀。唉，奶奶，你能不能给王福打个电话？给王福打电话干嘛？就是问他有没有找到战甲和盘龙枪。如果找到的话，他能不能马上回来？什么战甲、盘龙枪？奶奶不知道，不懂。岳飞的战甲，还有一把长枪。枪，枪。哎，毛蛋，等等我。哎呦，毛蛋哥。咱们没有真实的战甲该怎么办啊？哎，对了，你爷爷那头多威风啊，找你爷爷要。不行啊，我爷爷那套衣服是剧团的，如果要是我爷爷自己的，我早就偷过来穿了。偷？咱们可以偷啊。哎，对。哎，那你知道你爷爷的衣服放在哪吗？当然知道，在宗祠堂里面，可是都锁着门呢。那咱们就把门给砸了。不行啊，砸门会有好大动静的，这不被人给发现了吗？那这样吧，咱们现在去看一下，然后晚上约个时间去偷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那好，走走。干啥了？撒尿。小四眼，要不你去吧。那小明，你去吧。我也不敢，毛蛋哥还帮你改过成绩单呢。上。小沈阳，要不你去帮个忙吧。要不你去吧。毛蛋哥也帮你改过成绩单，上吧。对对对，跟着我。
出去办点事儿，在家好好待着啊。哦，听话啊。一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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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说几句啊，前一段时间大家都非常辛苦啊，希望大家坚持一下，因为马上就要有一个重要的演出，乡长书记到时候都要参加观看，而且乡长特别提出来，要看岳老师您的折子戏《精忠报国》，所以这次啊，岳老师啊，您得辛苦辛苦，卖卖力气。演好了咱们有中奖，可是要是演砸了。啊，到时候经费拨不下来，团里的工资啊、奖金啊，都受影响，那就得靠您岳老师一个人解决了。没问题，我都演了几十年了，精忠报国了，市长、省长、北京的大领导都看过。你说我什么时候演砸过呀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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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呢就想强调一点啊，咱们大家都不要放松啊，都不要掉以轻心啊，把这次演出搞好。对于把这次重要的演出我们搞好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。本帅的马呢？我再叮嘱一次啊，这次演出非常重要啊，大家一定辛苦一点，一定要演出成功。好，演出成功之后咱们放假三天。流马马家和王室雪宝马在此，你今天输定了。呀！嘿，岳老师，你那戏服找不到了。你知道这场演出是多重要吗？啊？那也走。找不到也要走。
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让你天天给我打架。别跑！想打你，知道吗？
扔了，怪可惜的。不可惜，我要扔得干干净净。哎，你还小，我跟你说啊，有些东西想扔是扔不掉的。哎，我说毛蛋，你看见我为什么不跑啊？啊？没有什么可跑的了。好、哦。哎，我知道你在外面听说的我的那些故事了吧？那你就不怕我把你抓起来挖眼睛？嗯？其实啊，你在外面听到别人说我的那些话，都是对我的误解。我呀，从来没有抓过小孩子。啊！可是现在我已经知道我不是，因为啊，我打架总是赢不了别人。有好几次，我都想在梦里问问岳大将军，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后代。我希望他能够传我武功，教我超大的本领，这样啊，遇到坏人，我就可以把他们制服，然后送到公安局去，让在外面打工的爸爸妈妈都能知道我的英雄事迹。同学们，在我刚才念这篇作文的时候，想必你们已经知道这是谁写的了吧？岳毛蛋。没错，这就是岳毛蛋同学写的作文。作文的文笔很好，叙述有序，让读者很容易就能够读懂作者一心追求梦想却又失望之情。在这里呢，借着这篇作文，我想和同学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民族英雄。岳毛蛋同学他很想通过打架赢了对方来证明自己就是名将的后人。我觉得毛蛋同学的想法可能有些偏差。同学们，我想问问你们，你们知道岳飞吗？知道。可能你们还小，
有的同学啊不是十分的了解。老师可不可以讲讲岳飞的故事？好，那我今天就跟同学们讲一讲关于岳飞的故事。在岳飞刚出生不久，就因为一场洪水失去了他的父亲，从此呢他和母亲相依为命。但是岳飞没有沉沦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，他更加的勤奋好学，跟着他的师父周同学得了一身的好武艺。他还特别爱读名家兵法，以至于少年时期就名闻乡里，文武双全。那个时候啊，金兵常常攻打中原，母亲鼓励他要报效祖国。在从军之前，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希望岳飞能够永远地记住，要忠于自己的国家。岳飞没有忘记母亲的教诲，从军之后带领了一支军队，所向披靡，浴血奋战，收复失地，保卫祖国。岳飞不仅勇于善战，他还用兵如神，机智过人。他经常以少胜多，在他指挥的283场大战中，没有一场是输的。所以他成为了我国一位伟大的爱国民族英雄。我还会背岳将军的词《满江红》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读给我们大家听一听。满江红，岳飞，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，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，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，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，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，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很荣幸啊，咱们班的岳毛旦同学和岳飞是同一姓氏。不去查究他到底是不是岳飞的后代，但是他一心想成为名将之后的心情，我们要给予支持和鼓励。但是毛旦同学，想成为民族英雄，光靠打赢别人可是远远不够的。在座的每一位同学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，你们的姓氏可能都出现过伟大的英雄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我们的民族英雄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毛旦同学，我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一直想成为岳飞的后代呢？老师，你能告诉我怎么做吗？我们要以岳飞为榜样，从小好好学习，努力掌握知识，孝顺父母，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。同学，怎么还没回家呀？
是有话想对老师说吗？老师，你很像我妈妈。你肯定是想妈妈了。羽毛蛋同学，今天怎么了？老师，那天讲的故事真好听，我还想再听一遍。都几点了？你看十二点了，还不早点睡，明天还得上学呢。明天星期六，就让我多看一会儿嘛。星期六怎么着？早点睡，早点睡啊。车看来不能用了，我叫你骑慢点，骑慢点。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吧？不行，我们就走着出去啊。这村里村外都认识的，放一个孩子，万一认出来了该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前面山上有个庙，我们从小路上去，它比平常没有人。我们等到天黑再下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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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。你看我弟弟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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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前面就到了，把孩子哄好，别让他哭。老人家，弟弟，前面就到了。我跟你讲，人这个孩子好不容易。还多远？前面就到了，前面。好不容易搞，你哄着孩子，别让他哭了。你这个孩子好不容易搞到这个孩子，你看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快！慢，慢，快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进去，进去，你把孩子哄好了，知道吧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我叫你开慢点，开慢点，你就是不听。好了吧，车子放掉了吧。现在不说这些了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讲，现在你把孩子哄好了，别哭。这里平常没有人，只有过年过节才有人。我出去看看，等天黑了我们一起走。那万一有人来呢？万一有人，我们再换地方吧。那你快点，快点去看。
这个孩子肯定是他们偷来的，我要快点把小雪送下山，用村里人一起上来将他们抓起来。不行，我如果下山去送信，那万一我回来了他们走了，那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。不能下山，那我怎么才能把小雪送下山呢？叫得怪怪的，瘆得慌，我们还是走吧。现在不能走，等到下半夜再走吧。站住站住！你那深更半夜跑来跑去干什么？是不是你叫人把孩子给拐走了？快点把孩子叫出来！我哪有什么孩子啊？啊，那你深更半夜走那么急，想干嘛呢？我是听到求救信号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么多人，是黑灯瞎火的，你们出来干什么？什么求救信号？你别给我撞糊涂了，快点把孩子给我叫出来！去！别走！叫死！叫死！不能让他走！叫死！不能让！听到求救声，是月毛弹发出来的。之前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现在我知道是村里丢了孩子。看来月毛弹肯定跟踪上了这个人贩子，这才呼叫的这么急切。哪有什么求救声呀？我们怎么没有听到呀？安静点，仔细听嘛。
听到了没有？啊，没有，这哪有什么声音啊？哎，好好，我带你们去找，好吧？走走走。哎，别走。知道是的，换个方向走。别走！你想还要卖我们带到哪里去啊？快点把孩子叫出来！我哪有什么孩子？那你带我们到老家去干什么呢？刚才我听到求救声，方向变了。不要相信那孩子就是他偷的。你们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呀，我们手电筒可能有影响。手电筒关着吧。同学们，前段日子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有两个人贩子在村里偷走了小孩。有一名小同学发现了人贩子，用他的聪明智慧及时地向村里人求救报信，最终解救了这个孩子，抓住了可恶的人贩子，而且自己也保证了人身安全。这名小同学就是四一班的岳毛蛋同学。今天我们要为小英雄颁发锦旗，大家用掌声欢迎岳毛蛋同学上台。岳毛蛋同学，此时此刻你想说点什么？
我想说，我想妈妈，我希望妈妈能看到我获得这面锦旗，